Hello TVBS 一八气象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今天的直播时间，我是主持人宣彤。春天的天气呢，变化真的是非常的莫测，所以要告诉大家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感冒了。尤其现在呢，有很多的病毒，包含像是新冠，还有流感。以及腺病毒等等的都是需要留意的，它呢可能短时间你不会有症状，可是这一发病起来它维持的时间很长，可能动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都是有可能。提醒大家有症状就去看医生是最好的。那么今天呢，因为这冷空气减弱的关系，所以在早上的时候其实温度你就觉得明显的回升，同时今天的低温最低温是出现在本岛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12度左右，其实跟昨天比起来已经大幅的上升个6到7度了。而在白天的高温回升幅度没有很明显，原因是因为今天的云层比较多，所以它没有很明确的辐射冷却，再加上在中午的时候因为云层多，所以太阳加热作用有限，所以今天的高温跟昨天的高温其实是差不多的，有稍微的上升个1度左右，但不多，今天明天都是类似的天气形态。我们先来看这雨量的观测部分，在今天呢其实一整天的雨都不算特别多，虽然这云层有偏厚，偏厚到你可能觉得天灰灰要下雨了，而实际上11点来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在玩手机的时候啦，走在路上有滴到个一两滴，但是这个雨呢很快的就蒸发掉了，你就可以知道这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但是在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就是因为中层的水汽在移入的过程中，它在碰到了地形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在山上就会有降雨，但是在平地降雨的几率就非常的低，它可能飘下来的过程中很快的就已经蒸发掉，所以你感受不到。好，那么今天晚上呢，同样的类似的天气形态，一样是因为受到了华南水汽的移入，所以在整个西半部地区、中南部的山区呢，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一些雾雾的有云的感觉，但是这个云会不会下雨，雨下了也不算特别的多，也不算特别的明显，不用带雨具的那一种。而累积降雨呢，其实你看今天一整天全台几乎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累积雨量都没有超过5毫米，非常非常的稀少。我们讲完了这个降雨，今天的降雨之后，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温度。今天连江津门依旧是最低的，在离岛地区只有 10.7 到 12.3 度，而在新竹关西是本岛的最低温 12.4 度，桃园大溪 13.1 度，苗栗的三湾13.1 度，在昨天苗栗的大和是 5.5 度，你看到在隔了一天之后，这冷气团减弱了之后呢，只隔了一天，这温度回弹的蛮多，从 5.5 度回弹到 13.1 度，就可以知道这冷空气真的是减弱的很快。好，那今天的中午12点的时候呢，台北的温度大致是落在 20.5 度，而在台中 20.3， 在南高屏地区 23.1 到 24.8， 这还不是最热的时候，今天最热的时间点是在下午2点的时间，在台北、台中都在23度以上，而在台南呢就是来到了26度。而在这一周会热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想必大家也很关注，我们等一下带大家来看这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图。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未来的降雨趋势，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尤其再过两天又是周末假期，所以如果你去山上啊，或者是你去海边啊，会不会下雨呢？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先从近的来看，今天明天其实大致上雨都不是特别的多，就是在山区零星飘雨，所以你去山区呢其实也不会打雷，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穿雨衣，也不用带雨具，就是零零星星的雨而已。而在平地当然降雨几率又来得更少，只是会有云多的状况，直到礼拜六这云量就明显的减少了，云量减少在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你都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而这个阳光呢当然就会让加热作用变得比较明显，所以在礼拜六礼拜日温度是会来得更热的。当然未来几天因为毕竟冷空气减弱嘛，所以一天一天温度回升大概都是一度一度左右，就是礼拜六礼拜日又有太阳的加持，温度升得会更快。再来礼拜一礼拜二有封面要通过了，这一波封面呢原本我们说在礼拜日的时候它就会到礼拜日的晚上，但现在呢它时间点又往后延，大概要到礼拜一的凌晨的时候才会通过。礼拜一通过的时候哪些地方会有雨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中南部的山区、近山区会有，而在中南部地区雨不会下，但是可能云层也是偏厚的。这一波的强度目前是认为是来到了东北季风或者是冷气团，逼近冷气团，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台北市的侧站会有接近14度左右的低温，但真的会不会这么冷呢？也不一定，因为毕竟
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那一波，我们原本也以为它会来到冷气团，但是它没有，它只有到东北季风，台北市最低温只有16度左右，还差了2度。但是呢，辐射冷却确实也让部分地区变得很冷很冷，就像昨天的苗栗大和只有 5.5 度，这个可能是就算冷气团来，部分地区也不会到这么冷的程度。但是呢，局部地区因为天气太好，就会让这温度降得很多。而在这一波下礼拜的这一波，有没有可能让局部地区降温降的幅度非常的大呢？也是有可能的哦，因为你看到了礼拜三的时候水汽明显减少了，它又是一个干冷的空气，即使它是东北季风，它在北部地区的温度都在14度以上，但是竹苗彰化地区有风，同时呢比较空旷，沿海处就有可能这降温降的会比较多。但是这种辐射冷却呢都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网友说，他们明明说在早晚的时候温差可能会超过十几度，或者是早上的时候可能会逼近十度，但是他们出门的时候都感觉不到，甚至都觉得有一点热，那是因为他们上班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最冷的时间点，只要太阳一升起，它温度回升的幅度都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快。所以呢，在早上最冷的时间你没有经历到，不代表说全台湾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温度是最低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周的温度趋势图，在礼拜四、礼拜五类似的天气都是因为多云，所以温度的回升不多，顶多就是一度左右。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呢，北中南各地低温大概落在16-17度，不会像前几天一样有12度啊，或者是10度以下的，因为冷空气减弱了，而且明天云层还是比较多，所以辐射冷却比较少。在明天低温各地16度，高温呢24度以上。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温度会升得比较明显一点，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减少啊，太阳有看得到了，所以它加热作用之下呢，温度会比较高。北部地区红色的这一条线大概是来到了25度、26度，而在中南部地区高温甚至有机会来到29到30度左右。到下礼拜一、下礼拜二、下礼拜三，这温度降幅就很明显了。在礼拜一的时候，因为礼拜日温度高，所以礼拜一你会感受降温降得很快，降温降得很有感。但是礼拜二、礼拜三才是这一波最冷的时间，不排除如果它真的到冷气团的话，可能在礼拜二跨礼拜三的时候会来到低点，甚至有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来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就是台北市的测站会低于12度。因为在欧洲模式的预测确实也说，在礼拜三的这一天早上有机会来到12度，在台北市的测站。但是呢，时间还很远，而且它这一波本身的强度不是特别强，它要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可能靠的就是还是辐射冷却，一般人不会这么早出门，所以感受不是特别的强烈，尤其这几天这么的热，大家老实说不太受得了。所以反而这几天有东北季风的情况之下，只要不下雨，大家都觉得这天气是还蛮舒服的。好，那我们再来透过这个短期的预报图带大家来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是明天的晚上，这冷高压是已经出海了，台湾的风场吹的是一个东风，有点高压回流，但这时还不是特别明显。到了礼拜六呢，很明确的高压回流，高压已经来到了日本的这边，所以吹上来的风有点偏东风、东南风。要注意的是西半部地区有可能会有雾、低云或雾影响到能见度的状况。礼拜日也差不多，到了礼拜日的晚上8点的时候呢，封面在这里建立，但是还没有通过台湾，所以它应该是在礼拜一的凌晨到礼拜一的早上会往台湾的方向来摆过，这时呢降雨几率就会提高。这个我们之前一再跟大家说了，就是地面天气图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毕竟这都是人画出来的，所以实际上为什么有时候预差值会有大概1天到2天或者是半天左右，就是因为天气模式其实是跟着天气走，不是天气跟着天气模式走，所以呢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我们还是要随时来看最新的即时预报，才能知道它未来几天的天气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尤其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台风天还比较好预测，但是你说那种午后热对流，就真的可能要到大雨特报发布的时候，都是已经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大雨特报，这也是需要大家留意一下的，它有一些预测的一些难度在。再来五日的预报，我们透过这图卡以及温度跟大家说一个更明确的数字。在北部地区在礼拜六、礼拜日之前呢，其实除了礼拜五
相对云比较偏多，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雨，大致上天气都还算是稳定。低温在礼拜六、礼拜日都有机会来到25、26度的高温，而在中南部地区一样，在礼拜日之前天气也都还不错，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有机会来到27到29度，低温大概落在14到17度。而在礼拜日过后有封面要通过了，而封面后头是东北季风，所以温度会下降，从原本的26度高温降到21度、19度。从原本的15度降到15度、14度，温度低温也会下降。而中南部地区呢，降幅就没有到特别的明显，主要是因为中南部如果它只是单纯的东北季风等级的话，它要冷平流要吹下去，这几率会来得比较低，但是高温也会有略微的下降，从29度到礼拜二的时候剩下27度。这个高温指的应该是南部地区，因为我们中南部是合并一起看的，所以中部的温度会来得在凉一点点，不会像27度这么热，但是高雄屏东因为毕竟它的纬度真的比较低，这冷空气要吹下去几率很小，除非它强度很强，但是现在已经接近了春天的尾巴，要出现特别强的冷空气几率真的不大。好，再来我们看宜兰还有花东，一样是在礼拜日之前呢，大致上都是还不错的天气，而花东在礼拜六的时候有多云到晴，偶尔会下一些短暂的阵雨，是因为吹东风，所以造成一些地形性的降雨。而在温度上面呢，高温23到24度，花东地区25到26度。而到了礼拜一之后，封面通过了，降雨几率会大增。在礼拜一、礼拜二雨是多的，到了礼拜三就会趋缓，温度也下降，从原本的宜兰24度，礼拜日到了礼拜一降到只剩下20度，在低温部分也从15度降到了14度。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德根的问题。德根说，下周是不是有回温的现象呢？目前看起来，在下礼拜二、下礼拜三会有东北季风到冷气团等级的冷空气南下，所以它的前半段是下降的，但是后半段有没有可能升温？目前看起来当然是有，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循环嘛。东北季风在春天之后呢，它的循环频率会变得比较快，可能2到3天，所以在礼拜三最冷的时候，礼拜四、五、六就会有回温的迹象。再来，他说西南风目前没有增强的趋势，现在没有，因为以这一次来看，其实它回温顶多也就是东风到东南风，还没有到西南风建立的时候，下一波的冷空气就南下了。好，那中南部的雨势何时会有强降雨呢？目前看起来这短期之内也没有，雨势也都偏少，雨量也都不多，至少要等到梅雨季之后，雨才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好，那康明兄也问说，反声音现象会不会使得春季的降雨容易有偏少的讯号？声音现象的春天，照理来说，雨，台湾的雨应该是要多的，春雨比较多。但是呢，其实今年气象署自己做的统计，以及在美国模式的预测也认为，其实没有，就是以三月、四月底来看的话，目前的预测是认为雨应该也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反声音现象如果是按照过去的研究了，确实台湾的春季降雨会有偏少的讯号，但是台湾要到反声音之间会先经历一个正常的时期，所以至少要等到六月、七月之后才会有。那如果是反声音现象的春季的话，要等到明年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年的春季到底是偏多还是偏少。但你说的没有错，就是如果反声音的话，依研究来讲，确实会使得春季的降雨有偏少的讯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空气品质。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今天上半天吹的都还是一个大范围的东北风，所以在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比较差，但是到了午后呢，开始吹东风了，所以东风西半部地区容易有背风涡旋，不止中南部地区扩散条件不佳，甚至连中部地区也是。在整个宜兰花东地区，因为毕竟它是迎风侧，所以扩散物相对容易被散开，所以空气品质是好的，但是如果您西半部地区，尤其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建议您出门的时候最好戴一个口罩，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好，那东北季风大家关心，春天东北季风来温度当然会下降，但是今天东北季风已经减弱了，所以温度要开始回升。除了温度之外，请大家也多多留意水情的部分，因为今年的雨真的很少，无论是春天还是冬天，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水库，其实它的蓄水量都在50%以下。我们不看石冈坝，也不看白河水库，在20%以下，就单看这个
最有名的石门水库，它也只有 40.5%， 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用水呢，到底它能不能撑到雨变多的梅雨季，看起来几率不高。因为现在这个美国模式的预测啊，就看到从3月13号到3月20号甚至到27以及4月3号整个在台湾周围的这个气场呢，预测降雨量都是偏少的，颜色如果是偏向于白色到黄色、棕色、红色呢，都是偏干，如果是偏向于绿色、深蓝色，就是这一个区块的话，就是偏湿，台湾都处在一个偏干的状态。这一边是一些华南水汽，有没有移到台湾的上空呢？虽然我们一直听到好像一波一波的华南云系移入，但是这个云系移入不代表它一定会降雨，而且很多时候这华南云系它虽然是往东移，但它往东移的方向是有点往东北的方向来走，所以这雨就算下，可能也是下在北部东北角一点点，对于中南部的水情帮助并不是很大。我们希望这个剩下的 40.5% 可以让我们撑到梅雨季的时候，至少这个雨呢可以下的比较来不及下，但是至少用水呢可以比较充足一点点，也希望大家可以节约来用水。好，那月初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在整个西部地区、中南部地区，西部地震带非常的热闹，像是大家也一度以为是不是这个梅山断层又要再度的来袭，而初步认为呢它是一个盲断层，当然这也很难说，因为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断层的地震呢，还是需要经过几个月有一些学者来做研究才会知道它到底属于哪一个断层。所以之前呢、在中南部地区嘉义云林发生的地震到底是梅山断层还是真的有未知的盲断层，这还要经过学者的研究。但是就在昨天，其实在东北部地区也发生了不少的地震。我们来看到这一连发生了三起地震哦，他们的震最大规模都来到了 4.5， 震度当然也不小，而它连续发生的位置呢也都属于同一个区域，连续三起都在和平的海盆附近。这里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气象署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就是欧亚板块还有菲律宾海板块挤压所造成。那么这边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如果两个交界挤压的话呢，他们的地震通常都会比较浅层，所以确实 27.2 公里、20公里、26.9 公里都不算特别的深，所以感受上呢北部地区的民众会有一点，毕竟台北属于盆地嘛，所以台北盆地这边就算它的震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摇晃起来感受也是强的，尤其你住的位置如果是高的话更要留意一下。那目前气象署就说这三起的地震呢，因为它都非常非常的集中，而且属于那种连环连珠炮的那一种，所以它很快的已经把这个累积的能量全部都释放掉，所以未来应该是不会有在规模4以上的地震，请大家不要担心。好，再来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一张图呢，就是之前刚过完311地震13周年的日本，在昨天晚上福岛的外海又发生了规模 4.7 的地震，它的震度最大是来到了4级，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传出海啸，也不会有海啸发生的疑虑，这是还不错的。再来在香港，大家过去都认为香港不太会发生地震，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不是板块的交界处，第二个就是它距离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最近的地方也隔了600公里，所以如果要发生大地震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几率低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因为在3月11号的时候，香港呢就发生了规模 2.0 的地震，而且深度只有10公里，但这个足以让香港人非常害怕了，因为其实香港的地震啊，就像刚刚说的，香港不曾发生地震，或者是他们发生地震的时候比较多是台湾发生地震传到他们那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亲友来台湾玩的时候呢，只要在台湾有两级震度以上的地震他们就吓死了，所以这一次3月11号香港这边发生了规模 2.0 的地震，也让当地人真的是比较害怕一点点，再加上他们的房屋因为没有地震所以盖的都很高，而且又没有避震的一些设施，所以他们当然是会怕的。好，那再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让这个天文迷引颈期盼的天文现象，这最亮的周期性彗星之一叫什么名字呢？叫做
唐氏布鲁克斯彗星，它这一个名号还蛮强的，因为它跟我们熟知的哈雷彗星有一点像，亮度接近，而且呢，一样是有生之年，你可能只能看到一次，因为71年它才会绕过台湾这里，你可以用肉眼或者是用望远镜的几率来看到它一生一遇的这个彗星。它在什么时候会来到最近最接近台湾，以及最亮的时间就是落在4月21号，它会通过近日点，这时候的亮度呢是可以达到4等星，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是最靠近太阳，所以你可能也很难看到，建议您最好是在3月中到4月上旬的晚上，拿着你的望远镜来往天空的方向来找寻它的这个彗尾，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或者是用肉眼也是可以有看到这彗尾的几率。但是呢，当然还是要碰碰运气，因为这几天虽然距离4月21号有一段时间了，但是3月中到4月的天气很难说，因为这春天的天气变化真的很大，如果今天云层真的厚一点的话，你就算拿望远镜看你也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希望那几天天空是好的。好，那这一个庞氏布鲁克斯彗星之所以会提它，真的也是因为除了哈雷彗星之外，它的亮度真的很高，接近哈雷彗星的等级。好，那我们最后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在礼拜四、礼拜五天气状态是类似的，都是多云，所以温度的回升不是到特别的多，今天大概23度、24度，明天北部高温大概也是23、24度左右，低温呢也差不多，而到了礼拜六、礼拜日温度会回升的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云层散了，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所以高温北部有机会来到25、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有机会来到29、30度，但到了礼拜日过后，下一波的封面要南下，所以温度就要下滑，低温最低温礼拜二、礼拜三有机会在北部地区来到14度甚至以下的低温。有没有可能来到冷气团，或者是专家预估的强烈大陆冷气团，台北市的测站12度，这还要再看，但是接近冷气团确实有这个可能性，而且它礼拜三的时候会偏干，偏干加上辐射冷却，在部分地区有可能会有极低的低温出现，像是昨天苗栗的大和出现了 5.5 度不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就到这边，明天礼拜五还有最后一天的气象分析，我们明天再见，拜拜。